特别为这个综艺准备的妆吗？哎，我今天的新的造型。哎呦，你这造型很特别。你咋的了？这是？你脸怎么了？这个是发炎了吗？你咋了？这是？我看你脸好点了吗？可怜啊，疼吗？你是为啥老摔啊？我没有老摔，我咋在你心中是老摔呢？前阵子不是刚那个腿？前阵腿，我腿是运动的伤害，不是摔的。对，就长期的。对，我没有老摔，我只摔这一次。我还想着是不是你坐去屎啥的？是吗？是吗？滑还是？那在这里也对很多关心我这个脸部状况的朋友们，来汇报一下，现在他每天也在逐渐的变好，我也很细心的在照料他。那，保守估计的话，我觉得明天应该是可以摘掉这个纱布了，然后能够可以让大家看到我这个一个完整的英俊的面庞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